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陀螺刀了。那么今天呢是10月28号啊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深圳的盐田沙头角这里啊。然后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盐田区这边地铁的第一次开通了，开通的第一天。那么作为在这边住了几十年的居民来说呢，地铁第一天开通了也非常的高兴啊，终于可以坐地铁去深圳市里面了。之前呢，我们一直都把这边比喻成深圳的乡下这边呢。那么现在呢，终于可以更方便、更快捷的去市里面抓娃上头了。好，那么这边呢，现在还弄了一个开幕仪式啊，地铁的那个试运营的仪式。然后估计这个仪式完之后呢，地铁才正式的开通。现在还没有开通，那我们现在大家去看一下这个。Street